三位好手现在已经是台钢球员的一个身份，但是呢应邀回来呢参加开球的一个典礼，也会跟所有的原迷呢来讲讲话，所以我们就把时间来看到现场。好，没办法让你们进场为我加油。我们高雄见。我真的说不出来，对不起。各位少队友们，大家好。好。很不舍，但是我觉得以后还是好朋友啊。期许明年如果有在一军有机会，那帮乐天加油之余，也帮台钢加油。谢谢。各位十号队友，大家好。很多话想对你们说，那但今天就简单的几句话。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，那我也会继续努力。我们都还在中华职棒这个环境，以后我们大家球场见，谢谢。同时，我们要欢迎今天的接球捕手，我们欢迎朱玉贤。好，接下来帮蓝一轮来加油打气，跟着音乐我们一起来。准备好了吗？很好，三二一，请逃出。好久，球坛所有的人与我们一起来上舞台，一起来合照哦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准备了三件我们全队的签名球衣，由我们的捕领队这边呢来代表自证，所以呢，希望三位可以带着我们全队的祝福，继续展翅高飞。好的，是非常有一个纪念性的一幕哦，所以呢，我们所有十号队友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一起来捕捉画面哦。